大家好，我是庄严。2024年第20届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主题是“挚爱永恒，光影同行”。对于光影艺术的执着与热爱，让中美影视人跨越国界，一路同行，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展开中美影视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，也加深了两国民间的相互交流。衷心祝愿中美电影节、中美电视节越办越好。